今天上午11点，全国棒球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国成和总干事林凤林先到达棒球场，准备迎接尼加拉瓜代办参观。看到棒球场遍地脏乱，灰沙飞扬，便自己动手打扫，生怕撕掉国际的体面。他们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奇怪的，我们的市立棒球场为什么没有经常的保护？当尼加拉瓜代办达比亚到达棒球场之后，在灰沙里面参观了中华棒球队的练习。达比亚代办，并且一一的和中华队员们握手，对中华队将在下个月到尼加拉瓜参加世界赛表示欢迎。他并且预祝中华队到尼加拉瓜之后有好的表现。